我不会单独跟男生出去，他也不会单独跟女生出去，就算是很熟的朋友都不会。我觉得心里住着一个人了，就算你看到 any 就是，就算我来全明星运动会有其他人哦，颜值很高还是什么，我很有肌肉的，就是已经你那个窗已经关着了，就是不管前面的那个人是怎样都打开不到。我是艾琳薇，让大家看到在运动场上运动的我跟舞台上不一样的我。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如果是同队那就继续相依为命，那如果是不同队的话，在场上我们也是不会放水的啦。你没有那么客气对不对？王子哥哥应该也没有要客气。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娱乐，而且他很反差，他的人是可可爱爱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很闷，就是他一开始我们讲话的时候他都自己一个，然后我就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应该就是也就不会很开心了，我就一直拉他，我就想你这么自己一个人，他就没有，他就比较害羞这样，然后我就一直拉他，然后到后面他已经被我收服了。我觉得爆发和短跑的东西吧，像现在大家就讲我跳远好像很好，但我有点吓到，因为其实我那天就是我其实不会，我就跑不跳，因为我以前是韵律体操的选手，然后竞技啦啦队的选手，然后退休了很久，知道吗？退休了很久，然后觉得可以回归选手的这个身份还蛮有趣的，因为我退休了过后我就当教练的，然后就不再是选手的身份。从13岁到21岁，如果我没有参加森林之王，我还是继续跳的。我其实那时候是参加森林之王前刚好跌下来，然后敲到，然后缝针21针，这里耳头21针，我才停的。然后刚好哎，森林之王就来，然后就去参加。就是丢上去的时候，我要转两圈，跟这样的两圈。然后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丢不够高，我还来不及转完。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是接我的人嘛，这是他的头，这是我的头，够。然后我就，然后就晕。我就坐下来，后面的人就倒下去，他就嘴巴爆跟流鼻血，然后大家就以为只是他流血，因为我还盖着嘛。我那时的感觉，那个感觉是 OK 的感觉，我一松手，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流血，然后大家就喊啊，艾米也是流血，全部人就过来，然后我就知道 Oh no， 但就很多人讲，我这条线好像把我开光。就是因为我前面比那么多比赛都还是一样在马来西亚就没有什么发展，可是我一摔过后就来着这里出道。做到我自己的最好，就是想要让自己满意，过到我自己那关。就是可能我觉得今天我做的东西没有我练习的好，我可能就会生气我自己。可是如果我做的东西是我满意的，就算不是第一名，不是第二名，但是是我满意的，我就会很开心。像一个最基本的吧，我不会单独跟男生出去，他也不会单独跟女生出去，就算是很熟的朋友都不会。5年多吧。19啦。我觉得心里住着一个人了，就算你看到 any 就算我来全明星运动会有其他人哦，颜值很高还是什么，我很有肌肉的，就是已经你那个窗已经关着了，就是不管前面的那个人是怎样都打开不到。其实远距离恋爱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危险，you know。
大家还是要相信，这世界上真的还是有爱情。